不交闪。回家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。虽然我们家昨天输了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 LCK， 哎，最近开始玩阿卡丽了。哎，这是一个这个好讯息啊。这说明他们最近在练阿卡丽了。两马都玩阿卡丽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很喜欢玩这个英雄。看到了，谢谢德林克，感谢唐长老，谢谢一剑一倾城，一倾城最后那三个飞机都没算。送慢了，干嘛？打不过我没有关系，回血，别死！OK。大家有大气的可以来点大气啊！我们今天送礼的人数差了点。现在有个饼干。那婉豪应该是去帮他们家中路或者是打野去了。先 Q 一下，再 E 上来平 A， 再 A 吃药。A 接跑，这个 W 闪可以，这不能上了啊！谁不上的呢？回家了，又回家了，这波能回家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这一个 Q 就死了吧，这 Q 别浪了，我这那一个 Q 就死了，那还不 Q 他，这得 Q 他，来吧，神圣分离者。再推一波吧。回家了。对面是飞客嘛？那对面肯定不是飞客。等点钱，来个皮鞋啊！没有水了，倒点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确实武器出这个分离者能挺厉害的，三项也可以。但是这个
分离者呀，死了。但是这个分离者他不加攻速，武器还是得要点攻速的。而且这分离者合成不够平滑，我觉得这波不用管他，我们直接拆塔。如果他打我们，他就亏兵，打也是白打。抽一下，看看对面打野在不在啊？如果没在的话，可以打。留个 W 的蓝就可以了啊，那这不用了，他把 W 放了，这就无所谓了。找我硬拼，发现拼不过，傻了吧？没蓝了，零蓝。对面打野怎么不来呢？这武器大师。这武器大师不来，我可要起飞了啊！卡牌有大没？卡牌没大，那不行，那回家出装备了。神圣分离者，别给我推荐了，我不要你的推荐，我有自己的思路，你老给我推荐什么玩意儿呢？瞎推荐，知道我谁吗？给我推荐，还物理克星，限制效果克星，护甲克星，400多一下，我刚才完全可以让他不回家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杀一个这种不值钱的人交个闪现好像不合适。干哈呢？这打人也不疼啊，这神圣分离者。好闪。这是有点是脑袋有点懵了，我这一看。我先扣你一下。死了。对，你们就送啊，挨个来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上，葫芦娃救爷爷。扣一下，黑一下 ，W 走一下，闪现一下，溜了，插个眼儿。哎，卡牌要飞呀，跳弹。
透我的锤石，我肯定不上。那碗猴搁旁边，我指定不上。我肯定不能让你回家。今天你看着的，好，我吃口屎，你死了，兄弟，你完了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吧，小伙子，嗯，没想到吧？那武器大师下去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上哪去了？武器大师，我死了。这玩意儿的连招真是无解呀，真是有点无解。W 技能差了一点，给我点烟了，出个九头蛇吧。我大卖人马，感觉打不死啊！哎，打死了。来吧，分离者武器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行，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不太行，这东西没有可血战斧好用。妈呀！打右的，那右的英雄用我们打吗？那有 ADC 干啥让我们打右在这儿？你这都秒不了这维恩，他才八级。这要可血战斧我就能死，可能差一点，但能比这伤害高一点。说为什么瞅我？兄弟，快救救！救救！救救！杀维恩！杀维恩！救救！救救！切牌速度太慢，这维恩还要杀手打人，真疼啊！你看着吧，维恩马上也无敌了，这英雄。这个海妖杀手给他强化的太多了，打人太疼了。本来这维恩打人就疼。沉香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我说舅舅，他们说沉香。这个椅子为什么在这里？感觉好危险。大了吧，算了，我这边就上去得了。五十块，维恩怎么回事？十二级人马打八级武器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们好像 MVP 没了。这银马有点太猛了，这银马，我也想来把银马。让我看看这银马都什么装备啊？
死亡之舞三项，死亡之舞三项的银马不怎么回血呀，有没有回血的装备呀？没有。哎，你吃吧，我就不要了，算了。小心眼那样吧，谁要你的呀？像是要你那玩意儿干嘛？人家是神圣，不出这个人马出三项。今天我也打个十分钟，兄弟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这超级兵。干哈呢？玩呢？为什么往我脸上穿？今天这锤石必须得死啊！这个神圣分离者不太行，不利。行，杀俺们家寒冰，打人都不疼，而且还有点贵，并且捡息地也不高，不行。征服者可血战俘啊，这个不太行，要么你就电刑加那个星石这个东西。